你头一破窗吗？嘿，车子谁的？三把，我老公的。他在车子里面放氧化碳，现在警察来了，可是他需要破坏门的关系，他可能是反锁的。哎，你头一破车破窗哦。准备，哎，那个驾驶在那里耶，打旁边好了。他是老婆啊，老婆发现老公在汽车里面，然后他车门反锁，然后车子的排气管接到里面吸一氧化碳要自转，对啊，车子是发动，对啊，我们现场他老婆同意啊，我们先破窗了，然后现在救护车要把他载走再去医院。